三日，风铃声和偶之周文琪等出席艺术欣赏晚会。之前和偶之与肖正南、黄翠如之间的三角关系闹得沸沸扬扬，而日前肖正南与翠如比比就被拍到十指紧扣沙滩弹琴，看来落败的和偶之也只有大方送祝福的份了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呢，非常的健康，就这样吧。对，自己都没有回应了，都是别人的事。若是真的这么容易放下，之前就不会在微博发表血不能胜这个宣言了。和肖正南还有联络吗？其实都没有特别联系了，也有一点点吧，一点点吧。对对对，都是朋友。闹出几多是非，居然还未断交，看来曾经也是真爱呀。看着旧爱火的逍遥，何老师也不愁寂寞，被拍到与小艺员张宁伟游车河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其实那个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在那个星梦的那个比赛里面就一起合作过，然后现在我们在音乐上也有很多的合作。他是一个作曲好厉害的一个男生，然后我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再可以一起唱歌啊，或者是任何的合作也行，其实都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子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